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主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师母丹真嘎措，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代表廖东洲大使夫人朱迪师姐，中华中密教总会法律顾问卢文祥律师，庄俊耀医师坑里，林淑华医师，高敏禄师兄坑里，高欢贤医师坑里，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这个第一次，这个回半年啊，在台湾半年，那么回来是第一次在彩虹雷藏寺做护摩。我的感觉是好像非常的松散。松呢就觉得跟台湾完全不一样这个是松。散呢好像每个人都散散的。台湾话叫做刷刷刷刷以前呢、我要下法座都有人这个用柳音然后有人接，这次好像自己走，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自己走到最后突然间冒出一个街的从半路上冒出来自己也觉得这个手印呢在比也觉得好像漏失了很多这个觉得自己别写手印奇怪在台湾好像是都非常紧而且时间都不够用那在这里好像自己好像刚刚睡醒在迷迷糊糊之中在做法会迷迷糊糊糊的而且好像忘掉很多动作应该做的都没做这个
应该做的都没做，不应该做的都做了。总之好怪的一种气氛，很奇怪的气氛。那当然啦、啊，这个以前我讲过，每一次做法会，要以瑶池金母作为，好像是说我回台湾啦、啊，或者是说回来，第一尊都是用瑶池金母。哎，这一次不同，用释迦牟尼佛。说是释迦牟尼佛过生日，今天是农历几号？哦，四月八号，台湾都是用四月八号、啊、好像在中国这一方面，大部分都四月八号。啊，明明是月圆日，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啊，是月圆日。月亮圆满的那一天，谁规定四月八号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日的？到底是谁规定的？佛陀的生日一定是夏历夏天的月圆日，月亮圆满的日子。怎么会是四月八号？农历是四月八号呢？那我请示一下释迦牟尼佛，你到底是几月几号？你的生日到，因为没有人知道，从来没有人知道。其实大家都没有按照佛陀的生日去做他的节日啊，他的生日，他真正的生日，按照他现在给我的指示，是五月十六号，农历五月十六号。是农历的五月十六号，是他真正的生日。农历五月十六号是他真正的生日，不是四月八号。是谁弄四月八号的？农历四月八号是吗？哦，是哪一个人弄的？就很奇怪了。怎么中国这一方面都是做四月八号？如果是在印尼或新加坡呢？用四月十五，也是月圆日啊，是月圆日没有错，但不是四月，是五月，是五月，所以真的是。人不太一样，也没办法，因为人定下来就是这样子嘛，反正大家搞错就全部错了。
那今天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曾经讲过，是在一年当中的中间，一年当中的中间是几月几号？如果以农历来讲，6月15，应该是六月吧？哦，6月15，他是讲5月16。5月16，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总之，他现在给我指示是5月16号才是真正他的生日，他的生日。因为在古代的天图印度，对于日期他不是很确定，就是很乱，所以他几个国家好像什么哪一个国家在哪一年成立，哪一年灭亡，哪一年怎么样，都是不清不楚的。他们好像不注重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观念比较没有。甚至他们讲说他活了多少岁，但是他以半年或者3个月是一年，或者半年6个月是一年，所以你就很难去，好像6个月当一年，当然他们活的都比我们久。事实上，你知道那个热带的地方寿命都比较短，寒带的地方寿命都比较长。那么在印度呢，是热带的地方，它寿命比较短，所以他们以半年做一年，或者这个国王规定我们以3个月做一年，他当然是活了很久，活了很多年了，对不对？他一年等于4年嘛，所以很多人，他们很多的修行人都很长寿，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所以他们寿命本身都是很短，那14岁就在印度14岁就可以结婚了。热带地方啊，因为比较早熟的关系或怎么样。总是今天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日，就是觉得很松散。刚刚去顶礼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也是只是轻轻的跟我点一个头，也没有说很，他好像很精神很振作，是我的生日，他还随意这样轻轻菜菜了。卫塞节，这里是维基百科，它本身的讲卫塞节或者威瑟节，是南传佛教传统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成道入灭的节日。东南亚跟东亚国家，斯里兰卡、尼泊尔、泰国、柬埔寨、缅甸相关的节日是佛诞，佛的诞辰，日期是公历
五月的第一个月的月圆日，农历十五。五月，那公历是西历吗？西历五月的月圆日就是十五。嗯。对，他指示是五月十六，月圆日啊，也是农历十五嘛。他讲十六，十六月亮更圆了、啊。事实上，十六号哦，十六号的月亮更圆，十五号是差了一点。十六号是月亮更圆，是站在美国五月十六号是圆，在东方五月十八。嗯。好，在东方，前两天怎么去？今天去到十八才到。好了，不管了，嗯，这个不用再讨论了。这个是。恭请师尊通知大家，下礼拜天五月十九日下午三点 PM 啊，瑶池金母附魔法会。那么瑶池金母的手印是，就是母系的手印，种子日是白色的后字。瑶池金母的心咒是 Om。金母西地哄，这是跟大家报告的。好，他跟我指示是五月十六号，夏历的五月圆日是在月亮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中国的会做四月八号，有什么根据？它是纪念，纪念他的生日，那一天纪念他的生日而已，不是说他的生日，是纪念他的生日，维塞节。他们庆祝。哈哈哈哈哈哈！好像是在那个经文，好像是在纪念他生日。不过他明明是月圆日出生的，四月八号没有月圆呢、啊。那是月亮被咬一口啊，不是月圆呢、啊？我们为什么不做月圆日呢？就是好奇怪的事情哦。嗯。我不管了，现在没办法，大家都是这样子。总之，释迦牟尼佛，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他本身有很多的故事，也就是在过去世。我跟释迦牟尼佛的那个状况啊，像阿难尊者的这个岩洞在灵鹫山，跟舍利佛在灵鹫山的岩洞是非常近的。那么在附近就有宾陀卢的岩洞，宾陀卢的岩洞。那宾陀卢呢，也就是白眉尊者啊，我们这里都有白眉尊者，我们生活中都有白眉尊者。因为住世的阿罗汉，成就阿罗汉，因为他显现了神通，就是说白眉尊者在娑婆世界的时候，故意
表演神通，所以被释迦牟尼佛呵止，给他阻止，说因为你显现了神通，导致于很多人追求神通，属于呢是意外的灾难，意外的灾难。你导致于学佛的人没有真正学佛，转而学神通，或者是迷信神通，或者是向往神通，或者对神通非常的好奇，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就罚你永远住在娑婆世界，他就是宾陀卢尊者，就是住世阿罗汉。其实所有的阿罗汉都已经到了最高的四圣界，不会到到娑婆的。唯一被释迦牟尼佛罚他住世阿罗汉的，就是宾陀卢。他是唯一被罚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很厌恶神通去惑众的，厌恶神通惑众。他说这是26个大灾难当中的一项。你如果用神通来惑众的话，是属于二十六个大灾难当中的一样。你自然流露的不算，自然流露的，我并没有讲什么神通，但是它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不算。如果不是自然流露的，而故意去宣说你自己有多大的神通，那个都是属于世间的26个大灾难当中其中的一项。所以我们这里要提到这个叉叉，好久没有提他了。他是故意讲神通，每天都有，次次都有。还有我这一次去印尼南邦，那个南邦雷藏寺啊，南邦雷藏寺还问我，师尊第一次来就是要显现我们南邦雷藏寺的神通，请讲我们南邦雷藏寺活菩萨跟我讲什么啊，请问活菩萨跟我讲什么。希望师尊，因为这个鬼伯一到南邦雷藏寺，他就讲这一尊跟他讲什么，那一尊跟他讲什么，就开始了。我去到南邦一句话都没有讲啊，印尼南邦雷藏寺是这样子，已经被迷惑在这个神通里面。佛陀教我们，只要是你要讲的是佛理，佛陀的道理，跟他如何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那释迦牟尼佛特别提示你，今天一定要讲，叫我讲什么？他说不向外求，不是向外面去求，是向你里面去求，要向里面去求。要求什么呢？他说你要学习的方法，就是控制你的念头的方法，
先把你的念头能够控制，学习专一，你精神是不是能够专一？他说佛陀只教我们，你精神一定要专一，也就是在阿弥陀经里面所讲到的一心不乱。你能不能一心不乱？再来呢，最后要把专一一心不乱也要放掉，这样子才能够究竟。专一还不是究竟，专一当然是三摩地，绝对是三摩地。专一成就的人，也许在他会到诸天，很多的天界你可以去到。但是你要成就的时候，究竟佛陀教我们是什么？最究竟的叫做非智三昧地，非智三昧地。有智三昧地就是专一，非智三昧地是究竟。连专一都没有了，才叫做究竟。啊，也许大家不知道，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我们做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重视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专一，精神能够统一，控制你的念头。你能够控制你的念头的话，你就会断掉世间所有的诱惑，断掉娑婆世界所有的诱惑的是释迦牟尼佛，他断尽了所有的诱惑，得到了专一的三昧地。后来他终于悟到，连专一也要丢掉，就是你完全以你本身的佛性在任运，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专一还不是解脱，真正的解脱是佛性在任运，就是真正的解脱，那是最高的境界。只有这样子的境界才是真正的这个非智三昧地，非智三昧地啊，这是最高的境界。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学的时候，要记得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专一，然后到达最后连专一也给他丢弃，就剩下的佛性，佛性的任运才是真正的解脱。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跟大家讲的这个。那么释迦牟尼佛的修行方法，他有三三印，这个三三印，那么他的咒语 Om Mani Mani Maha Mani Sekha Mani Soha， 他的咒语
另外他的形象是哪座破佛的像，哪座破，那么这只手是触地印，是触地印，这是佛陀的本身的。我们今天讲一点道果哈，这个叫做日熏修，外日熏修跟内日熏修，外日熏修跟内日熏修，外日熏修是深九窍，以九日遮覆，若神是有可道出。哎，这个我讲过了嘛，古道出。就在台湾都讲过了，这个台湾都讲过了嘛。台湾讲的是这样子，由古道出。什么叫古道？你们听，你们在台湾听过没有？古道是什么道？我讲的是什么？古道。古道，我在台湾讲的就是肛门，这就是古道。堕旁生，就是你不是人。旁生是什么？旁生就是螃蟹、虾子啊，这是水煮，空中飞的鸟，哦，畜生。全部都是属于旁生，全部属于旁生。如果有水道出，我想水道是什么？小便的地方就是水道出。你看，他用水道跟个古道，他们直接写嘛，小便的地方就好。大便的地方就好，他不写，他偏偏写水道。水道难道是水沟吗？嗯，一定到地狱，到地狱的，要堕到地狱里面。由忌出，妒忌出的，在欲界天，欲界天是妒忌出人。也是欲界天，人道也是欲界天。由嘴巴出生的，由嘴巴灵魂从嘴巴出去，是恶鬼道。恶鬼由鼻子 出生的，当药差啊，药差。好了，我重复再讲一遍吧。有两个眼睛出生的，啊，他是讲人道，人道是出生在人，胎生的人道；两个耳朵出生的非人，就是鬼了。非人就是鬼了，还有一些妖精啊，妖怪啊，这是非人，不是人啊，非人。有两个耳朵，灵魂从耳朵出去的，就成为妖怪、非人啊。像那个皮卡丘，啊，现在很流行皮卡丘哈，皮卡丘。你们怎么讲？皮卡丘？为什么我念成皮卡丘？是很可爱的发音。那非人就是那些鬼啊、妖精啊，都是从耳朵出去的灵魂。从眉间出去的，
升色界天，就更高一级了。这眉间出去的升色界天，由顶级出去的升无色界天，还有更高。但是我在台湾讲，一切的字用后日去遮就可以了。我讲了一句话，就是台湾人本身所讲的，开天门闭地窍，塞人道，哎，塞人道，阻鬼路，是吗？开天门闭地户，塞人道，阻鬼路，就是只有开天窍而已，教大家只有开天窍。灵魂要走的时候，只有从顶窍出去，才是最高的无色界天跟四圣界。其他的就不是了，其他都不是的，所以全部要塞住。那师尊在台湾讲的时候是用指头，然后指头发出你的力量，然后本尊在这里，本尊在化为后日，以这个后日去塞啊，塞眼睛，塞鼻子，塞耳朵，塞嘴巴，把顶窍打开，然后再塞肚脐，再塞下面两个道，但是这是隔空啊，并没有触到，并没有触到，都是隔空这样子去塞的。那是中阴牵示法，中阴牵示法。请问师尊，那个后字可不可以观一个颜色，一种颜色？后字其实你观蓝色最好，蓝色，蓝色就有点竹子的味道，把它竹子，蓝色的后字就可以。蓝色的后字就可以。另外我讲一个牵示法是这样子哦。我记得有一个事情是这样子讲给大家听，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达摩祖师呢，他的这个藏文叫做当八双戒，当八双戒。大家听到达摩祖师有一个弟弟，你知道吗？啊，莲王上师知道不知道？没有听过。我现在就讲这个，他的弟弟跟达摩祖师，他们都是在印度修行有成就的大成就者。达摩祖师是当巴双杰，他叫做帕当巴，帕当巴是他的地名，叫做帕当巴。他的弟弟就是当巴双塞，我不知道他后面那个字叫什么名字，但是我认为他的弟弟用塞字最好。塞呢，就是台语的大便。当巴双塞啊，我不管了。总之，他的名字，我们不要去理他弟弟的名字。他哥哥就是当巴双杰，他弟弟就是当巴双塞啊。两个人修行都很有成就，他们修了。中阴牵示，中阴牵示是怎么样子的？他的灵魂可以出去，可以进来，可以出去，可以进来，可以夺舌，可以夺舌。
有一次呢，这个哥哥跟弟弟两个人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很大，他去的整个村庄都没有人，街上都没有人，他们两个兄弟觉得非常奇怪，就是看了整个村里面，打开村庄的门，就是说ever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对不对？ Everybody home， 他就打开门， open the door， 看了一下，哎呀，所有人都在病，都在生病，都在床上呻吟，每一户都一样，都在床上呻吟，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就问了，当里面他们问你们为什么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都生病，都闹塞，都拉肚子，虚脱，没有力，怎么回事？就他们去考察一下，这两个兄弟呢，就去考察那村庄的井。那村庄的井啊，原来都有毒啊，那个井都有毒。那井为什么会有毒呢？他们就研究了，因为上流的地方啊，在井的上流的地方啊，这水源的地方啊，有一只大象，很大的象死掉了，在井里，在那个水源的地方，那么水源的水就流到这个村庄的井里面，大家吃了那个有毒的水，全部都闹塞，都虚脱了。因为大象死了，所以在这个在那个水源的地方，所以让井水污染了，所有村里面的人喝了井里的水，全部都得到了痢疾，那个叫做痢疾吧，痢疾。那这样当八双节跟当八双赛就觉得应该要救这个村庄的人，那怎么救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夺舍法。那当八双节就跟当八双赛他的弟弟讲，因为当八双节长得非常的潇洒，非常的英俊潇洒，所有人都称赞当巴双杰。那当巴双赛啊，长得非常的丑陋，整个脸啊坑坑，有坑有洞，鼻子也塌下来，两个眼睛也很凶。没有人喜欢他。当时呢，当八双节就跟他弟弟讲，你用夺舍法，你灵魂出窍，从顶窍出去，去到那个大象那里，夺掉，进入大象的身体里面，使大象活起来，自动走到森林里面，然后你的灵魂再回到自己的身体，大象又死掉了，然后你灵魂回到自己的身体，你又活起来。当巴双杰就跟他弟弟讲，你用这个方法去救村人啊，你就有功德。当巴双赛呢，就觉得说，这哥哥的修炼呢，比我还好，你的中阴牵制比我还强，我才刚刚会中阴牵制，
不如哥哥来做。当发双劫当时呢，就说好，他禅定，然后把自己的灵魂从顶窍出去，然后进入大象的身体里面，让那只大象啊又活起来，能够四脚站立，又活了，然后主动的走到森林里面，然后这个躺了下来，躺在应该死的地方，然后他的灵魂再从象出来，再回到当八双劫的身体里面。这个就是夺舍法，中阴牵世夺舍法，在他们密教里面是有这个法的，是有这个法力的。那到八双劫就去做了，把象引到森林。这个时候啊，当八双塞起来一个不好的念头，我一生长得那么丑，没有人喜欢，大家都喜欢哥哥，他的身材好，相貌好啊，那个眼睛也不凶啊，非常很多人喜欢他，没有人喜欢我这个弟弟。他当时起来一个不好的念头，就当八双塞也打坐，他的灵魂就从顶窍出来，出来以后进入当八双劫里面，进入当八双劫里面，哦，进入当八双劫的身体里面，然后当八双劫他就活起来了，他就是当八双劫，当八双劫就离开那个地方，赶快走得远远的啊，离开那里，让这个真正的当八双劫找不到他，他弟弟就用他的身体就走了。好啦，等到真正的当八双劫从象的灵魂从象的身体出来了，要回到自己的躯壳里面，发觉自己躯壳不见了。那弟弟他不知道，他的弟弟不知道跑哪里去，所以他只好进入弟弟的这个身体里面，因为他弟弟就剩下一个壳在那里，这个灵魂进去里面，结果他的弟弟就活起来。活起来怎么样子呢？这个所谓当八双劫就变得很稠。真正的当八双劫就是他弟弟的躯壳，以后以这个躯壳就是当八双劫。哎，连忘了解这个故事吗？没有听过，好精彩。这个就是夺舍法，这个法叫夺舍法。第一个当八双劫救了这村庄的人，因为从此水就干净了，他们喝了好的水，每一个人的病全部都好。第一个救了这个村庄的人，第二个当八双劫就是现在我们供奉的达摩祖师。其实达摩祖师本身是很丑的，为什么丑？他本来是很潇洒的，但是他的壳被他弟弟夺走，他只好用弟弟的壳。这样你们就听懂了什么叫夺舍法，什么叫夺舍法。所以真正的转世仁波切可以在同一世里面出生，你就觉得很奇怪了，怎么回事？密教里面有这个，有夺舍法，中阴牵世夺舍法，
我讲这个就是很特殊的，例如有一天师尊要死了，好，有一天师尊说，哎，我不想活了，为什么？因为师尊这么矮，卢师尊这么矮，害得他哦，每一次做鞋子都要增加10公分的。师尊这么矮，气死老夫，怎么没办法？因为1945年出生，那时候粮食缺少。能够活下来，而且我是早产，7个月才生下来。1945年，7个月生下来，没东西吃，只有把米啊马去磨成粉，加上水，就这样子活下来。米啊拿去磨粉，这样子。小时候又没东西吃，又家里又没钱，所以个子就那么矮。我实在是不想活了，对不对？这个也没有，体格也不怎么样，身材又矮，不想活的时候啊，就打坐一下。让自己的壳留下来，灵魂出窍，然后去找一个很潇洒的啊男士，刚刚死掉，刚刚死掉的一个男士，他得到什么病呢、啊？不管是得到什么病，突然之间死了。哎，这个男的长得又英俊又潇洒，英俊跟潇洒要我们。台湾人哪一个比较英俊潇洒？哪一个？我们知道女的就是林志玲嘛，对不对？林志玲长得很漂亮啊，女生啊，林志玲是很标准的美女啊，她又高又美，对不对？林志玲如果长得不美哦，给你倒着念，倒着念也是林志玲啊。对不对？就找一个比较潇洒的。以前有一个男的演员艺人，长得不错了，叫做林志颖。哦，长得不错嘛，哦。那现在长得怎么样？他也不是很高。对了对了对了，现在韩国人长得哦，又英俊又潇洒又高的是哪位？韩国明星呢、啊？你们女生应该最清楚谁最潇洒、啊。啊？糟糕了，反正号就对的了，号了，嗯，好了，这个都是偶像，青春偶像。我灵魂出窍的时候去找到他，他没死，没死呢，我把他的灵魂赶走。哎，你去投胎的。你去啊，送你把你的灵魂送去投胎，抓他的灵魂去投胎。我进到他的躯壳里面，我变成所有女生的偶像。哎，你夺舍法，你就有这个办法，把他的这个啊灵魂给他抓了去投一个比较丑的。我就进到你壳里面，我就变成很潇洒，
然后我还懂得佛法，懂得记忆，重新回到这个真佛宗里面当法王。哎，是有这个方法的，我不用不必死掉嘛，我只是把这个壳丢掉而已，然后我去找另外一个人重新又回来，这是一个密教的一个夺舍法，跟大家讲，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夺舍法非常重要。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命气往上推，从你的顶窍出去，然后不回来了，你就死了，你这个壳就没有了，然后去找到另外一个，进到他的身体里面，然后这个人重新他就变成卢生燕，他就是卢生燕，他可以记住卢生燕的一切的事情，可以记住所有的佛法，又可以重新再传法度众生，这个叫中阴千世夺舍法。今天是特别在道果里面跟大家讲有这样子的方法。经济学的老师讲到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关系问题，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问题，为了更加的给大家有印象，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呢，我投了人身的保险，有一天不幸被车子撞死，师母就可以获得赔偿金，他就是受益人。那我是什么人呢？有一个同学回答，死人。这是所谓的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关系。有一个女的对告诉一个男的讲，你吻我一下，我永远都是你的。这个男的看了她一眼，她个子矮矮的，胖胖的，矮矮胖胖，两个眼睛小小的，鼻子也是朝天，朝天鼻，这个头发跟稻草差不多。这个男的回答，谢谢你提早告诉我。一个小男孩问爸爸，为什么所有的人结婚都要挑选好日子？这个爸爸就回答，因为结了婚以后呢，就没有好日子过。有一个丈夫啊，问他的妻子，我的长相不怎么样，可是你为什么常常说我酷毙了？太太讲，我说的酷毙了用的是简称，全部的称呼是
长相太残酷了，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个叫酷毙了啊！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婆，牵着一只狗在散步，碰到一个乞丐。这个老太婆非常傲慢的对乞丐讲：“你只要对我的狗叫一声巴巴，我就给你500块美金。”哇！乞丐说：“如果我叫10声呢？”叫10声呢？这个富有的老太婆很开心打。10声是多少钱？5000块美金。哇！那个老富有的老太婆很开心，就讲：“那我就给你5000块美金，5000块美金。”哇！那个乞丐真的对着狗喊，喊了10声，八、八、八、3声，八、八、八、6声，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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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声，哇！这个时候啊，看那个观众很多，在旁边看的人很多。这个富有的老太婆只好掏钱，掏了5000块美金给那个乞丐。乞丐接钱的时候，连声的喊：“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喊了10声“谢谢妈妈”，谁占便宜？今天是母亲节，祝福天下的母亲啊，祝福天下的妈妈快乐！我妈的便利好。